这个东西一定很多人都没见过，甚至一些老玩家也不认识。今天分享一台来自1999年的数码神器，这台是爱华被索尼收购前的最后一台 MD 单缝机，全套除了主机之外还有线控、电池盒等大量的配件，号称最美变色龙 MD， 也是爱华最后的倔强。来感受一下，放入一节口香糖电池，打开舱盖，推入一张小巧精致的光盘，我们把线控接好，最后接通功放和扬声器，再次追寻一下爱华曾经的三频 DSL 技术。是我的天使。